因为其实我们三个前辈呢也经历了很多，也从年轻的时候走到现在，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唯有青春和信任不能辜负。你很了不起啊，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只要相信就能实现。今天你是小说家，郭老师刚刚说的非常好，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，你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挑战还有情况，但是请你们记住，在你们身边永远有你们的兄弟支持你们。只要相信就会实现，就是要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。我感觉那首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感觉杨浩翔是预言家。从头到尾就是一场信任的游戏了，如果我们早一点把话说开，大家多沟通一下，就会赢下这一轮游戏了。大家其实每天都在一起，应该互相相信，大家不能因为外界的影响然后就干扰了自己的判断。通过那一次之后，我更加坚定这就是以后一起走的兄弟。互相的信任就是能把自己都做好，然后把背后无条件的交给对方。一个团队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争议，需要去相互说大家内心的想法，然后才可以彼此相信，这样才会让一个团队更加的默契，走得更加的远。船桨和风帆密不可分，乘着潮起潮影去追赶无尽的冒险。可能下一次再错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勋章吃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！